歌船到了京城，按照东条的规矩，那边关的将帅进京朝拜天主呢，必须得先到专门的客栈等候。十几日，船顶的路途，陈化成甲证人呢，确实就小休困一下。第二日，陈化成拄食过头，就接到传旨赶工，就等候召见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赵叔处的太监传旨，宣陈化成为神在。陈化成予人带到了永兴殿。殿内正中有一个太监行过来，掀开了软膏帘啊，和陈化成入去。陈化成远远就看见道光皇帝坐伫遐，赶紧跪落来叩请讲：“臣陈化成召请皇兄圣安。”讲完呢，又搁起身走到道光皇帝面头前，跪伫一个真高真高的殿啊顶头。